其实很替他开心。考虑赞他。你说我唱歌吗？你在开玩笑吗？你们会一累的哦。这个前伙伴好像昨天复出在云林唱歌了。前伙伴谁啊？亚伦啊，亚伦。亚伦因为他前阵子就开始卖那个甜点啊，其实很替他开心，对啊。然后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会在台下帮他用力大喊支持一下。考虑赞他。你说我唱歌吗？你在开玩笑吗？你们会一累的哦，不是亚伦而已，连你们都一累的哦。还有鼓励他这样出来吗？其实我没有，最近没有，我们就是过节的时候有祝福这样，没有真的最近有联络。所以如果他出来，我当然是觉得很开心啊，因为他的笑容永远像天使一样，所以就觉得看到他的笑就觉得很开心。而且是因为他，可能也有他的生活压力，他想要申请出国工作这样，可是好像有被驳回这样子，会不会觉得他这样也很辛苦？彦君，你怎么说？这个新闻驳回啊？我不知道。我们要去移民署或者是那个啦。这个太精深了，我们拍谁拍谁，我们没有研究这个。他有退出群组没有？对啊，好，那我们谢谢西瓜哥哥跟葡萄姐姐。哎，谢谢。小孩好吗？你说要开刀。11月6号就代表八大去参加篮球的篮球比赛，然后我永远记得时间停留在6分18秒的时候，我的膝盖就啪一声，然后十字韧带就断掉了。而且我现在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开刀，可是我医生跟我讲说，如果要久站或什么，还是建议我要开刀，所以我应该过年吧，过年的时候会在医院度过一段日子。开完记录。开完继续录，当然，对对对，我预计2个月就要，还是你要请代班？那我现在先开一些小鲜肉名单。其实我脚超好，你现在可以跑到一楼再跑上来。你不用勉强啦，不用勉强，哎，观众我很想看一下新鲜的肉，哎。所以你为什么要一直劝他生小孩？人家不生，对啊，这种人就是很奇怪。我觉得就小孩还不错啊，不错，生活变得很忙碌。对，好了，我不会劝，尴尬了，好，不劝了，不劝了。对啊，那你为什么也坚持？我没有坚持不生啊，因为只是觉得现在状态 OK， 但如果不小心怀孕，那就生，对，这样子，没有避讳，对对对，没有哎，因为我只是想，是啊，而且都这么黑，成年的哎，好厉害啊，我都没想到，你好厉害，因为我就是曾经想过，因为我现在对于小孩，我觉得小孩很可爱，我也很喜欢，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超级想要拥有自己小孩，但是我又生不出来，我觉得我会去领养一个小孩或是什么的。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们的后台都有很多小孩嘛，包括我小孩来后台，然后莎莎很会陪小孩玩，对，而且玩一些很奇怪的游戏。我看过最会陪小孩玩，对，他感觉就是有小孩的人。对，有时候我在装法，然后我就会帮他们装法，就是一个带一个。他又会帮小孩子绑辫子，帮他涂口红，跟小孩，所以我觉得你太适合有小孩了。我那个时候是这样子跟他说了。